女团 IG 日前新新曲回归，掀起超高话题度。近日他们登上网络节目宣传，其中他们在决定结婚速度快的成员排名时，维娟就被选为会是最慢结婚的成员。圈们纷纷表示，是因为维娟对理想型的眼光太高了，这就让主持人希澈好奇有多高。维娟表示，理想型要长得帅、个子高、有能力、人品好、受人敬仰，要幽默、好相处等等要求，让成员们听了无言，说道：“你一辈子自己一个人过吧。”而当希澈问到艺人里有谁是理想型，没想到维娟竟然说男版维娟。让成员嘘声连连，更大呼真的只能跟自己结婚了。虽然维娟被成员们吐槽注定单身一辈子，但粉丝们纷纷表示，维娟的理想对象很高也没关系，既然要跟维娟结婚，真的得在每件事上都脱颖而出，这样才是公主曹维娟呐。